龙狮连战在斗六棒球场持续进行，为了终止对战三连败，魏权推派老经验的武多挂帅先发，这位中职老江湖外援展现出色的危机处理能力，二局胜跟五局胜就算被统一攻占上垒，但都能用双杀打化解危机。但是狮队先发林子威表现更是抢眼，一到五局没让龙队攻占上得点圈，更厉害的是这位左投手硬是让小龙们15上15下。哦，莫非是传说中的无安全比赛？哎，要不是一局出现了保送，否则就有机会来拼 perfect game。因为如此，两军战况相当焦灼，形成0-0的投手战。直到七局下，小龙们才打破不能说的秘密。李凯威咬中偏高球送向中外野，终于在 Lucky Seven 敲出全队全场第一支安打，也让林子威的无安打美梦破灭。而龙队也随即采取短打推进，将跑者护送到得点圈。稍后刘基宏敲出游击滚地球传向一垒时，林敬凯却传个玩慢斗，让跑者跟一垒手撞成一团。趁着这个机会，李凯威攻占三垒，加上刘基宏也及时出垒，龙队形成1-3垒有人局面，稍后陈品杰也选到保送，形成满垒大好局面。这时候统一决定换投，但一人出局情况，吉利吉奥公冠面对刘轩达敲出软弱滚地，又是游击管区，林敬凯想策动双杀，先传二垒，再往一垒送，可惜终究是慢了一点，让魏群龙终于打破鸭蛋，攻下宝贵一分。趁这股气势，八局下小龙们再接再厉，可两次保送攻占得点圈，赚打点的机会，刘继红41棒飞越游击防区，这支关键安打让原本在二垒的林孝成快马加鞭绕过三垒直奔本垒，魏权再添保险分，取得2-0领先。而这一分也确实价值连城，因为九局下林安可的阳春炮让统一追回一分，稍后更攻占满垒，但陈冠伟也急踩刹车，用直插球飙出再见三振，中场卫权有惊无险，仍以2-1赢球，拿下本季对战首胜。来体育台综合报道。